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先培养一下那个。来，我来配唱，我来配唱。OK 吗？啊，前面，你要唱什么歌？你先跟我讲。我看那你就知道。如果你跟不上，就是你的音乐素养不够。太低。跟不上就打了。修霸他。杀死啊！这什么歌？这什么歌啊？小米酒啊！这就是说你乱唱啊！啊，乱唱啊！帕瓦罗蒂会不会？帕瓦罗蒂啊！哦，就是意大利。哦。哇，这个厉害！这个呀，这个呀！你过来这，我来这边。怎么样？这边呢、啊，三大男高音，再过去啊，对啊。叫三条路，三路，剩下三条路七呀、啊，感觉。